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好奇心，对世界之最总是充满了探知欲。今天轩轩就带大家一起来盘点三大世界之最，其中包括人类。第一，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机械 Bigger 288，它是地球陆地表面上最大的可移动机械，总长220公尺，高96公尺，重13500吨。从各方面来说，这都是一台巡洋舰级的巨无霸。大家知道这台巨无霸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没错，它是一架巨型露天采矿车，是德国采煤公司旗下的。Bigger 288走起来不算快，每分钟约2到10公尺，但它的旋转挖矿轮每天可以吃下24万吨的土石。第二，最大的陆生动物，非洲象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必须上榜。成年非洲雄象高于3.5米，最高更可达4.1米，体重约为4到5吨，最重记录有10吨。由于庞大的体型，非洲象几乎没有什么天敌。然而贪婪的捕猎者却因为珍贵的象牙而大肆捕杀大象，如今的非洲象已经濒临灭绝。第三，世界上最高的人，罗伯特潘兴瓦德罗。瓦德罗是拥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，是人类医学史和吉尼斯世界纪录上的最高的人。遗憾的是，在他22岁那年，因为水泡感染而离开了人世。好了，本期的一仙科技。